大家好，我是王世安，我现在是一个自由的剧场工作者，那主要是在表演还有做戏剧教学的工作。跟思剧场合作大概有三次吧，前年先在这边开了一次初阶的戏剧的表演工作坊，同一年的年底还有在一个两天的中心场景的工作坊，直到去年的年中第三次合作是做一个创作专题，一样是戏剧表演的工作坊，但是比较进阶的课程。2015年我去念北艺大，我去念了两年的研究所，同一时间我就去那个淡江的实验剧团去当表演老师。刚好那个时候是剧场的艺凯是他们淡江实验剧团的大学长，聊得还蛮合得来的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想说，哇，我们一定要赶快找一个机会合作，也许可以来开课好了。然后他也觉得开课这个 idea 蛮好的，所以后来就决定来思剧场开课，舒服，很舒服吧？因为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是蛮温馨的，这个空间还有自己的人都十分真诚，所以在这边跟他们一起工作，或是请他们帮忙啊，互相帮助的过程里，其实都觉得蛮体贴，然后蛮温馨的。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信赖吧，就是这个地方的人。他给我很大的信赖，其实我还蛮自由的在做我想做的事情，那当然他们也会给我很多很不错的建议，让我可以在课程的推动上面有一些比较缜密然后比较细心的部分。当然会啊，一定要的，也是希望能在戏剧场开一个跟创作相关的课程，那可能会延续像去年一样把小说改编成剧本的方式，那今年我还有在构思啦，也许是把一些诗啊或是一些散文改编成戏剧，但希望是一个很有趣的创作过程，以人为本吧。然后诗这个字拆成心跟田来说的话，至少在这个地方我一直觉得它是可以耕耘你心田的地方，